金大帅的地皮上开个大园子，是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个大观园吗？这就是我先前所绘制的济南大观园的效果图，这边是外边，各色商号、酒肆、饭庄，规模大小不一，形式雅俗共赏，上可接官员洋人，下可纳平民百姓，已成洋洋大观之景。郭先生有意追加对大观园的投资吗？我出100万。